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极乐酷评，这个节目叫两分钟带你玩遍各种新奇硬件。今天要给你们介绍的就是这个能同时连接三个设备罗技 K780 无线蓝牙键盘。你们是不是又以为我在说废话？世界上有哪个蓝牙键盘是有线的？你们就是偷心跑。这里说的无线是指除了蓝牙之外，这个键盘还支持罗技优联技术，把这个接收器装上，让没有蓝牙的 PC 之类的也能使用无线键盘。其实这个优联技术也不新鲜了，我们还是直接来讲讲这款 K780 的重点，三设备切换。这个键盘可以同时使用优联和蓝牙连接三个设备，比如这样，优联我的电脑，蓝牙又可以连接我的平板和手机。K780 还专门了设计一个槽来放这些设备，很不错。全部连接之后，你按这里的1、2、3三个键就可以在不同设备之间切换。而且你看这个键位，无论是 Windows、Mac、安卓、iOS， 它都可以自动适应。如果你要问我为什么要连这么多东西，说起来你可能不信。我通常呢是用电脑跟我的一号女友聊天，平板跟二号聊天，以此类推。我希望罗技以后能再给力一点，出一个可以连接十个设备的。如果你对这一款可以连接三个设备，而且打字又超级安静的键盘感兴趣，就赶紧扫描这个二维码吧，或者在各大 APP 市场搜索 OKEY， 下载我们的 APP 来进行购买。这一期节目就到这里，记住极乐酷评只对新鲜负责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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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在这个满世界都是老司机的日子里，好想感受一下那个曾经不开车的自己，体验一下专注研究好东西的乐趣。8月17号晚上10点到8月19号晚上12点，大男孩美好的玩物专场准时发车，多款超赞玩物，快来释放你内心的那个男孩吧。